大家好，我哋系史提夫同伊丽丝。今日午市嚟到北京道一号觅食，见有啲时间就过嚟呢一边食晏饮茶。呢度系海港汇，位置喺北京道一号九楼。今日有一半场早婚宴，另一半场可以饮茶，景观唔错，睇到维达利亚港。一齐睇下张点心纸先。第一眼就见到半隻烧鹅，净系需要110元。点心价喺午市嚟讲，地段尖沙咀性价比十分高。我哋叫咗半隻烧鹅、鲍鱼烧卖、鲜虾肠、黑金流沙包，再加多碟松露鲜滚饺，就够晒三个人份量。依家要买半隻烧鹅都要至少200元，差唔多台台客都有叫烧鹅。当日是平日嚟食，都有好多人，呢度都可以打电话订台。早啲嚟到就可以坐喺窗边欣赏景色。史提夫话要烧鹅捞白饭，依家剪紧片都想去再食啊！呢个烧鹅质素都好好，皮下脂肪啱啱好，有蜜汁黄豆铺底，肉嘅比例都高，皮脆又香，碟底有蜡烛保温。咁就可以一直食全熱辣辣嘅燒鵝啦！我中意食鵝胸，啖啖肉，唔知道大家中意食咩部位？喺留言區話俾我哋知啦！一件接一件都真係幾好食，酸梅醬可以多翻兩碟就啱啱好啦！餸飯一流啊！鲍鱼烧卖就似系罐头鲍鱼放喺猪肉烧卖上一齐蒸，冇咩惊喜。鲜虾肠都可以，肠粉皮唔厚，虾肉又够大粒。唔知道大家平常工作放 lunch 又中唔中意约埋班同事一齐去饮茶呢？叫翻两笼点心，饮啖普洱茶，倾下偈，喂饱个肚仔，我哋下午翻公司又开始工作啦。海港汇分店都遍布全港九，一向都是出名吃烧鹅，近来都多做长角蟹套餐，都几抵食噶，大家有时间都可以试试。每次去饮茶我都会叫流沙包嘅，海港汇加咗竹炭粉做包身，同内涵流沙奶黄形成强烈嘅对比，都好中意每款点心都热辣辣上台，食物热热到出晒烟先正噶嘛。看得出樓面姐姐勤力快手上菜，這個流沙包都值得大家一試。今天難得老豆過來尖沙咀一起吃飯，慢慢吃，傾下投資經。多謝大家看到最後，記得支持我們訂閱、點讚和留言。我們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